鱼嘅优质蛋白质同埋 omega 3都比猪、牛、羊、鸡都会丰富。咁佢嘅不饱和脂肪同埋 omega 3脂肪酸咧，都有抗炎嘅作用，同埋对我哋心血管都好有益处噶。通常我哋用鸡啦、猪骨去煲汤，我哋今日就发掘一下大家对鱼汤嘅认识。咩鱼啱咩人饮，同埋应该点样拣优质嘅鱼做食材，我哋今日就去探索一下先。兵哥，兵哥，见到你就开心啦！哇，我都系。即係有嘢分享俾我哋過幾招啦，又梗係。知你入廚咁多年之後，你通常都係整家常菜食多噶嘛？絕對係。咁一定有好有要求啦，對於食材。咁你教我點樣揀優質嘅魚啊？哦，魚咧好簡單啦。嗱，我哋揀靚魚咧，一定要喺佢嗰個叫源頭啊。咁所以咧，佢個繁殖咧，我哋一定要監控住佢啦，同埋可以追溯到佢嘅源頭啊，同埋咧一定要冇呢個重金屬。同埋咧，係冇呢個特定嘅嗰啲嘅病源啊，尤其是魚苗啊。咁如果我哋係一個精密嘅式嘅管理啦，嚇，咁你就可以杜絕曬嗰啲嘅病菌同埋污染啦。咁就好健康。梗係啦，嗱，條魚啊，我哋嘅魚皮啊，到魚腸啊，全部都係安心食用啊。咁我哋點樣分辨到健康嘅新鮮魚呢？係非常簡單啦，新鮮嘅魚咧，佢嘅腮一定係鮮紅色嘅。同埋咧就冇嗰啲嘅鰓咧黐住嗰個腮啦，隻眼睛咧一定要清晰，冇呢個腥味咧，嗰啲內臟啊都唔可以損壞。最緊要啲肉係要有呢一個彈性嘅，點樣提升咗啲食物嘅味道呢？其實我哋就要加啲配搭落去咧，所以我哋叫調味啦，係咪？咁但係其實因為咧，我哋啲魚咧本身啊已經非常之豐富嘅。骨膠原同埋，譬如咧，我哋想整一個好靚嘅金湯的話咧，其實咧，我哋只要用咧90斤水、60斤嘅魚骨，咁咧將佢熬到咧係剩翻75斤嘅湯啦，然後攞呢個湯咧原盅清燉佢5個鐘頭，保留曬佢原來原本嘅鮮味噶啦，就基本上都唔使話要加乜加乜落去噶啦，非常之靠得住啊！即係原汁原味。冇錯啦。呢個食材梗係之重要啦。咁但係我屋企好怕麻煩噶嘛，煮嘢。咁有啲咩有過幾招嚟啊？私家菜咧就已經有9款不同嘅龍躉燉湯，同埋咧好多嘅餸包嘅。嗱，今日咧我哋安排咗咧係3款嘅靚湯咧，俾現場嘅朋友試下味嘅。呢湯咧全部都用我哋嘅自家嘅花尾龍躉咧，香港唯一一個最大嘅室內魚場咧熬出嚟嘅，用咗好多新嘅科技啦，係去養殖啦，保證啲魚係咩咧？新鮮、安全同埋衞生，當然啦，最緊要就係好味啦嘛，係咪？我見到好多現場嘉賓啊、觀眾啊，定係全部客人嚟喎。咁我哋問下佢有啲咩感覺先。好飲，好正，而且冇味精。飲完個人會好暖胃，冇中藥味嘅，係好鮮甜嘅。我其實都覺得幾鮮甜。有冇自己煲啊？都有時都有的，有的，有時煲啲魚湯有的，魚湯啊補鈣啊，雞嗰啲好多油喎、啊。魚湯多數都新鮮啊，見佢有跳啊，有生嘅湯啊，先至賣噶嘛。飲落去覺得鮮甜嘅話，就會係即係比較新鮮、最好啊會生勾勾嗰啲咪新鮮咯。隻眼睛啲啦，同埋嗰個魚鱗咧好整齊啦。見到佢生咪買咯，死咗嗰啲盡量唔好買咯。我會擔心一些重金屬啦，或者是一些有毒的物質會飲咗落肚。咩深海魚有嗰啲咩雪茄毒啊？食咗唔安全咯，啲小朋友飲咗又唔安全咯，環境污染真的很犀利，都真係。咁啊，養嘅飼料唔同咯，海就出邊咯，可以咧養咧又可以俾啲靚啲嘅飼料去食咯。應該多數都養魚多嘅，如果係淡水魚就。我多數都是海魚多的。其實這個是養魚來的、因為呢真的我們
見到負責人好忙咁，我哋過去訪問一下先啦。因為我聽到咧，私家菜咧派咗100個湯俾長者喎。係啊係啊，我哋今日開始就派100個湯俾長者啦。今年個天氣會機會凍啦，咁我哋都希望啲老人家都會得到温飽啦、温暖啊咁樣啦。咁一年五日啦，啲長者都可以試到，咁你就派咗500個燉湯噶咯喎。係啊，係啊，我哋 total 會派500個燉湯噶啦。係啊，咁都希望俾多啲人知道啦，就係我哋本地有一個室內嘅養殖場啦，咁就喺流浮山度嘅。咁我哋用翻我哋自己養殖嘅龍等魚去做一個燉製啦，咁同埋知道我哋哦依個魚係優質啦、健康啦，咁希望佢可以俾多啲人知道咯。好多受访者都关注食材嘅来源同埋品质。今次试饮嘅鱼汤主要食材系嚟自香港室内养殖场，喺养殖嘅监控底下，可以制作无污染、无重金属、冇特定病源。呢啲食材可以保障健康之外，更加系可持续海鲜嘅类别。可持续海鲜。是指在捕捞、养殖或者生产过程能够维护海洋生态系统健康，并且确保渔业资源得以永续利用的海鲜产品。特点包括渔业管理、友好捕捞或者养殖方式，以确保资源的保护和恢复，保证产地具可塑性，保证品质和安全，包括适当的储存、处理和运输的方式，以防止海鲜在供应链中的污染或者变质。我们可以透过选择海产的供应方式，以确保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。Ben 哥，我见到你在这里就问多一些精华东西，我试了三款炖汤，你制作的概念是什么？中国人对炖汤其实有非常强烈的爱好，他们都相信炖汤有神奇的滋补效果。因为我们的花味龙炖汤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骨胶原，哇，还有多种的维生素，所以用来制作这个鱼的炖汤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材料。所以我们的产品就跟着这个方向构思出来的，即是啱一家大小喝。没错没错。可以介绍一下我们这三款汤的功效和有什么特色呢？我们第一款的汤会介绍就是这个花胶裸头龙趸炖汤。这个汤的主要效用就可以补充我们的骨胶原，刚有生完 BB 的妈咪，同埋如果啲女士們想咧，個養顏護膚咧都非常之啱。第二個咧，鮮熬龍趸金湯啦。嗱，呢個湯嘅效用咧，因為佢含有非常之豐富嘅 Omega 3，所以好容易俾身體吸收啦。溫中補氣，豐富嘅骨膠原咧嘅蛋白可以我哋強健我哋嘅筋骨啦。如果啱啱喂緊奶啦，或者係生完 BB 嘅媽咪啦。老人家或者是啱啱做完手術的朋友，如果他們想強壯身體啊，補充翻啲營養，呢個龍趸金湯咧就絕對絕對啱曬佢哋啦。啊嗱，呢一個咧川宮白子燉龍趸湯咧，又可以活血啦，又在冷氣地方做嘢，風寒啊，冇錯啦，就可以講話咧就係驅寒理咳療頑痰啊，可以去風濕活血化瘀啦。舒筋活络，咁同埋川宫白子咧，仲可以帮手去头风添噶吓。咁如果好多朋友似你咁啦，假设啦，长期喺冷气地方嗰度工作嘅话咧，哇，咁啊容易感受风寒噶嘛，呢个就最啱，冇错啦，可以帮佢哋手咧，活下血啦吓。咁同埋咧，亦都可以改善咧啲女士们嗰个经期失调嘅问题噶。而家啲健康好紧要啊嘛。冇错啦，所以饮下呢个龙趸汤几正咧。系啊。珍贵的海鱼正在海洋里面逐渐地消失，由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编制的海鲜选择指引，透过对捕捞和养殖的海鲜品种进行评估，而我们室内养殖的龙趸就是他们建议的其中一种。支持香港的养殖业，选择有源头保证的可持续海鲜，为世界出一分力。如果想更加了解多啲关于可持续海产嘅食品，同埋我哋香港本地嘅制作，记得 follow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啊！